我是猫的花，我在武汉，我在湖北武汉，我在汉口火车站，现在准备坐车离开武汉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汉口火车站是什么一个情况。我们走汉口火车站，这里有个箱子，没有人认领。我们往前走，进站，走。进站口在上面，走。进站，请往这边走。地下进站口，我们进站。这边有点，中间的路还是有点距离的。进站口在右手边，好像是这样的啊，不对，在这里。地下进站口，我们走新站进站，走人工通道。安检。这里有三瓶水。安检进站。安检结束。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坐车。大家没有看到。不管他了，我们先上楼。上楼肯定没错，因为楼下好像没有候车的地方。我们上楼，走，走走走，上来了。不过这还是一楼，我觉得我还得上一楼，我要去二楼。二楼怎么走？这里是一楼的进站口。由此上二楼，我觉得我要在二楼坐车，不吹不黑，我们上二楼，走，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情况。这里就是汉口火车站，汉口两个字看到没有？汉口火车站，很多人没有来过汉口火车站，我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种建筑风格的火车站很少见，非常有历史感，看见没有？汉口两个字。我们往前走，找个地方坐个车，走。这里有黑鸭，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搞点黑鸭吃吃，我们就不吃了，我们看看就行。我们要坐车离开武汉，离开汉口站，我们往前走，找个地方候车，走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候车的地方，我们准备坐车离开武汉，离开汉口站。我们今天视频也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